接下来请您欣赏群口相声《九令》，演员者高峰、栾云平、张九龄，有请。大家见到您都很高兴。哎呦，我也很高兴，跟我见到您似的啊。这个每个人呢都是同样的心情，是能够看到我们这么大演员站在这么小的舞台上。哎呦呦呦呦呦，您可以说是啊这个熠熠生辉。这是什么？您先他呢这还是熠熠生辉啊。对啊，有这词儿啊。你不是我这怎么大演员，咱不是咱小演员。嗯，不是，您不是没让您纠正这个。您真是熠熠生辉。熠生辉啊。对对，我操，我没听明白。我都熠熠生辉还辉呢。他呢在我们这儿来讲呢可以说是什么呢，往这一来啊，你看蓬荜生辉是吧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楼上还是生辉是吧？对啊，生辉生辉。你这人你那事儿太多了，你们逮谁给这挑错，你这玩意儿。咱就是说啊，多新鲜，有蓬荜生辉的吗？有啊，你说的什么呀？对，反正就说您这个颜色大伙儿看着特别亲切，不就这意思吗？没有别的想法，跟颜色没什么关系。没什么关系哈，就给人一种啊积极向上这么一种感觉。这也不怎么代表出来了，你看这不是那个健康的绿色吗？哦，对不对啊？你现在什么颜色最值钱啊？嗯，绿码最值钱，对不对？那是绿码，那是绿码什么色的？红的。那绿色还是的，绿色出行。哎，绿色环保，这多好，对不对啊？绿色就是最好的颜色，是它就是绿色的，是吧？而且他这个人呢，是绿色的呢。你的服装是绿色的。哎，对，他呢，这个没事的时候。看看书啊，嗯，学习学习啊，嗯，这都是好事儿。说相声不能说我说哪段学哪段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各方面的知识都得有，对，都得掌握，嗯，这是一个融会贯通的艺术，嘿，啊，这是一个触类旁通的艺术。您听听，真的，就他这个触类旁通这方面，说实在的啊，您等等去，比杨浩通，你甭跟他比，什么叫我这触类呀？触类旁通，这是个成语。你这触类后边怎么就还断口气儿？不是我这人气短，我是英雄啊，是吧？这您得原谅我，给自己定一英雄。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嘛，是吧？别这儿喘气儿。就是您这个演员吧，非常优秀。您这是捧我，见着您很高兴。哎呦，我打算同着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在这儿我请请你，好不好？我请我干点什么呢？我请你跳河。甭请，我自己会跳。你自己跳，你那行吧？你真是不是跳河。就是那个游泳，游泳之前不得跳下去吗？啊，我请你游泳。这天儿请我游泳不行，冷点儿。我这不是海河，咱那游泳池啊，室内的那个。我跟您说呀，啊，我跟您说一实底，我不会游泳，不会游才请你了。那不淹死了吗？那不那多根儿啊，是吧？咱就是说这行吗？不行，咱就干脆吧，嗯，咱就那个扣题了啊，请你喝酒。哎呦，好不好？好家伙了！平常爱喝酒吗？我跟您说，我可以说是一个酒迷呀、啊。有一个酒迷爱喝酒，就是你。对，哦，那就行了。嗯，那就行了。爱喝到什么程度？我天天都得喝，天天酒壶不离手。哎，对，好，你就这么干喝吗？就干喝。哎，怎么就干喝呀、啊？我欠人钱是怎么着？这是愁的呀！欠人钱还喝酒，就是你就干喝嘛！别干喝，别你喝，别喝了啊！得有菜呀、啊！不是没说那呢，喝酒就菜，傻子都知道是吧？别这话，他就没有什么划个拳呐、啊，行个令啊，就这个游戏，嗯，有没有啊？我跟你说，新的老的我都会。逛三元啊？逛三元也没问题呀、啊。嗯、啊，什么五十、十五、土豆。土堆推肚子，土豆土堆，多无聊！您土拨去，这都行哈、啊。没有土拨呀，我跟那侯小楼学的。没有土拨呀，就这个都有吗？哎，都有。那就行了，我连这回外国拳都会。外国拳咱不来、嗯，咱这回来回新鲜的。嗯，来一回啊，大家从来都没听着过的。嗯，叫找节日，您听着没听见过是吧？叫找节日，还真不太懂。一年多少个月？一年12个月。要是阴历呢？嗯、啊。
阴历，哎，有没有这闰月不闰月的呀？不带，我们这不带闰月啊，那也是十二月。哎，保持清醒啊，嗯，一年十二个月，我还没喝呢，我这每个月呀、啊，咱找出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来，哦、这你行吗？民族传统节日，哎，就是老节呀、啊。我这个实在是这一般化。民族传统节日啊，嗯、洋节不要啊。什么叫洋节？我也不懂。洋节就外国节不行，传统的、哦、行吗？差点意思，哟，那咱算了吧，咱玩个别的。啊、这个别，嗯，不是我，你这酒还愿意喝呢？你来不了那怎么办？我找一帮忙的，找几个？一个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找个帮忙的，我找一帮忙，找人帮着你，找多少都行，就找一个，哎，好吧，都准备好了，嗯，找去，来，哎，杨晓彤边上那个，往那枪，来，哎呦。您是喊我呢是吧？是、哎、您王师哥怎么称呼？在天津德云社不认识我是吧？怎么您怎么称呼？鄙人张九龄啊。哎呦呵，我哎呀没看见枪眼呀、啊、什么叫枪眼呀、啊、您不是鄙人吗？这是对您的一种尊重，不对我的一种尊重。你甭管了。就是客气，鄙人的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九龄啊，张九龄，哎，这个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这位朋友呢，你看是请那个请我也不请道貌岸然的吧，但是这次对这长得也挺有意思的。这我这高峰高老师啊，是啊，他想做一个游戏。哪方面的游戏？喝酒行回酒令。还喝？哎，行，跟您就离不开喝酒了。一年十二个月找出十二个传统节日。哦，就这么个找节日？对，我这知识量比较匮乏，所以找您呢帮帮忙。找我您算找对了，是不是？传统节日小能手就是我。哦，还有这么一称呼。哎，传统节日小能手。行，高老板提的什么要求？找多少个节日？找十二个。您去告诉高老师，我张九龄站这儿找出24个来。太棒。那可不嘛。太棒，毕竟是跟您合作过的演员呀。你甭提这个。高老师，哎，您好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我看见您了。您说一年找多少个？找12个。哎，我们翻番了。嗯，一年我们能找出24个来。嚯，24个！哎，24个都是什么节呀、啊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那多能告诉我？我问啊，你问。哎，嗯、这24个都是什么节？有那么一那个小诗吗？我以为你要唱呢。那您这辈子等不着了。春雨遮春晴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，秋处露秋寒霜降，冬雪雪冬小大寒呀。一个字儿代表能解出2个来，一共是24个。哦、嗯、要乱。就是说完了是吧、嗯、说完了是吧、嗯、哦，我跟你说大体我明白这个。是什么？你比如说立春。啊，立春。雨水。哦，惊蛰。啊，行。处暑。啊，行。寒露。到这别说。霜降。哎，怎么还没说呀、啊、您说这个呀，这一个都不是。怎么全军覆没了？你说的这不叫节，这叫节气。农民伯伯根据这节气耕种除刨，这是种地的哟。节气，咱找节日。哦，哎，你这都不对。我反馈一下、啊、你告诉他，你这都不对呀、啊。我怎么不对、啊？刚才我就看你这不对，你这个怎么了又？你这叫节气，人要节日。哦，我说这叫节气。对呀、啊、那怎么就符合他那标准的节日？您让人举个例子咱听听啊。你等，哎，这什么叫节日呢？你说你这怎么活这么大个子？你什么叫节日你不知道？对，举例子说吧，正月初一这是什么日子吗？您说春节。哦，哎，正月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大年，哎，找这路节日。哦，春节节日。明白了吧。正月初一啊，知道吗？知道正月初一啊。春节得找这样的，没听说过、哦、这就是那节气放假的，那不行、啊、哦，就是正月初一春节就符合他的要求。你得是这样的。那咱也没问题啊。没问题吗？这烂熟于心了如指掌啊。这俩词用得好。哎，谢谢您。而且师哥您别忘了，咱俩是一伙的呀。对，咱二为一，他一个人弄不过咱俩呀、啊、还真是。咱俩人多聪明呢，咱俩人怎么也比他强，互相帮衬着呀。对，主要你帮衬我，是不是这意思吧？没问题是吧？放心吧，您真行哈、啊、太行了。好，太行了。我没问题。嗯，
我们没问题。都是心虚呢，你看、哎、他就甩过这么一句，没问题哈，没问题。那咱得说清楚了，咱们呀，谁占单月，谁占双月？好，对不对啊？好好，得说明白了。现在新问题来了，什么问题？没问题、啊，这算是比赛规则了。嗯，谁占单月，谁占双月？哦，谁占单，谁占双？嗯，那您去问清楚，是单月先说，是双月先说？哟。思维多清楚，好好，我问问您，那什么事儿啊？是单月先说还是双月先说？整个一傻锤，你看，那还用问吗？他肯定单月先说呀，正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，单月先说。对对对，哎，整个一傻锤，肯定单月先说呀，一月、二月。哦，对，那我要想的有点多，单月先说是吧？咱来双月，嗯。这叫什么什么什么战术啊？整个一傻锤，咱让他先说呀。他说完之后，咱们照猫画虎，照葫芦画瓢，咱仿着那个来，胜率就增加了，就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就是先让他打个样。哎，让他先说。对, 对，咱找他那来。对对对，哎、咱是双月，咱是双月，我们占双月。我呢，整个一傻锤。你占你单月啊？哦，我是单月，你占单月，你是双月啊？哎哎，那行，您琢磨呀，单月先说。啊，对对，我们照猫画虎，照猫画虎，照狐狸画瓢。嗯，顺您那一说，我们这胜率我们就增加了。哦，是不是？对，整一傻锤，台上仨傻锤，告诉我了。哎，碰。哎，可以了哈，嗯、同意了啊。哎，那就行了。咱那个什么吧。开始吗？哎，那咱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嗯、这就开始了啊！酒令儿，酒令儿，没看见酒啊？哎，对，对，得有酒啊。他要请咱喝，那可不嘛。你要请我喝酒，对，您得打酒去。打酒已经打好了啊，都买了，在那儿呢，是不是啊？买好些日子了，你等着我拿，还有准备啊。买好些日子，我就喜欢喝这陈酿。您放心吧，师哥，您理理我最好。嗯。我这个咱没问题，没问题是吧？您放心，我帮着您呢。他一人弄不过咱俩去，对不对？这是，哎哎，你干嘛你？干嘛你？什么呀？没事就爱上手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酒已经斟满了。这什么？哎，这是酒啊！啊，酒，这酒，对，斟满了啊！啊，不能碰，一碰就洒，一蹲就流，这是酒。他说这就是酒，这就是酒啊！哥，那我不明白了，这还玩具呀？这要是酒。怎么喝呀？就是啊，这不懂啊，这别说你不明白，我也不明白。规则得弄清楚了，这不是玩具吗？嗯，既然这是酒，他怎么喝呀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拿脑袋喝呀。他说拿脑袋喝，拿脑袋怎么喝？没听说过。对呀，拿脑袋怎么喝呀？不明白啊，不明白。告诉你，嗯，他就是这么喝，有点跑气呢。他说就这么喝。哦，哥，那我还有一点不明白，比如说咱定好他占单院，他先说，他要找上来了，酒令酒令，这算正令，那怎么个算法啊？嗯，我明白了啊，对，我明白了。咱比如说啊，您找上来了，对对对，怎么个算法？您这气口跟他都一样。哦，找上来了啊！刚才那个他猜着了啊，嗯、找上来说对了，叫正令。正令，哎，可喜可贺，得敬酒三杯。哦，他说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那我不明白，嗯，这三杯怎么个敬法啊？对，嗯，这三杯怎么个敬法？还不明白啊？不明白。告诉你啊，就这么个敬法。他说就这么个敬法。哎哥，那我还是不明白。嗯，比如说咱占双月了，该咱找了，咱没找上来，或者一找大家都不认可，这怎么算呀？这很有可能啊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这怎么算呀？比如说啊啊，有一波找错了，找错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找错了，大家不认可，或者根本找不上来。对，这都叫乱令，乱得罚酒三杯。哦，嗯，这为乱令，你找不上来可不乱令，这得罚酒三杯。那不明白这怎么个罚法啊？咱问，那这酒怎么个罚法呢？还不明白啊？不明白，就是就这么罚。他说就这么罚。哥，我还是不明白。我明白了，神没玩，我喝七杯了。
不是，咱得把规则弄清楚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清楚没清楚？现在反正咱差不离了，差不离了，应该是没问题了。真可以吗？正式开始吧。哦，您放心吧。对 对，有兄弟呢。对 对，哎，家伙俩人呢嘛，是不是啊？他一人弄不过咱俩去。对对对对，我们没问题了。没问题，那从哪开始啊？那咱们怎么着？就此时此刻吧。哦，不用瞧瞧香之类的。咱不用了，没那么隆重。啊，来吧，那咱可以开始了。开始了啊。嗯，从我这开始啊。对，您一，我是多少？该几月了？啊？该多少了？该一月呀、啊！对对对，从下半年开始过的嘛。对，你这也不对，你表述有问题啊、嗯。一月是阳历，农历来说得叫正月哦，对不对啊？传统节日，哎，传统节日啊，我这日子大家一听就有正月十五，这日子还真是有啊，有这日子吧？有这日子，哎、正月十五哦。他说正月十五，正月十五是有，那问出什么节来？对你不能光正月十五啊。怎么了？什么节呀、啊？这人所共知，这还用说吗？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呀、啊，元宵节，元宵节。你等我得问问有没有这节。你绝对有，你问去，这还用问？你看，正月十五元宵节，朋友，有这节吗？有。元宵节能没有吗？吃元宵，猜灯谜，那元宵晚会年年咱都看呀，有这节呀，元宵节呀。对，这不有吗？对，这最基本的常识了。元宵节嘛，吃元宵嘛，对呀、啊，猜灯谜嘛，有没有？元宵晚会他天天看吗？我天天看，天天元宵晚会啊、元宵节有，有吧？有这节、有，嗯，有这节怎么着呢？有这节问他，有这节怎么着啊？有那有这节怎么办吧？有这节，这叫政令，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敬吧啊、嗯，来吧，政令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敬吧，那咱就敬吧，敬吧。别动，别动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他这个不能敬，你现在不能动他，啊、你知道吗？这怎么回事呢？不能什么来了？来哥哥，对你快点，都凉了。罗老师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您这不对啊，哪点不对啊？您说的呀，啊啊，政令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啊。对，咱们这栾世贺要敬您，您怎么不让敬呢？你没听明白，这政令谁找上来的？那是您找上来的。对，我找上来的，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这三杯酒啊得你们喝。哦，这三杯我们喝。对呀、啊、那一会儿好比说我们要找出政令了，这酒谁喝呢？那我喝呀。这回谁喝呢？你们喝。我们喝。哎，嗯，喝去。不是不是，怎么咱们喝呀、啊、您得这么想啊，这回人家政令了，敬咱们，咱们必须得喝。咱一会儿双月该咱说了，咱也找一政令。您要不喝，一会儿他也不喝，咱把这后道给他堵死喽。我现在就堵死。哎，让他一会儿别矫情出来什么。对，所以这酒您必须得喝。这可不是吧？哎，这话有道理。对呀、啊，不能人家找上来了，这人家喝呀。哎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咱得喝。对对对，啊、一会儿咱找上来，咱也敬他。嗯嗯，来，那哥哥就不客气了。那来吧，哥哥。嗯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来了哈，来。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哎呀，该你们了，二月。二月该咱了，哥。咱也找对了，咱来。瞧好了您啊，二月份啊，听这个啊，二月初二。二月初二，什么节？什么节？龙抬头。听听，龙抬头。问你什么节？对。人家问的是什么节？抬头节呀、啊，抬头节，没听说过。嗯，有抬头纹，哪有抬头节呀、啊？乱令了，没这节。有抬头纹，没有抬头节。人说乱令了，没这节、啊。乱令了啊？那乱令问他怎么办呢？乱令怎么办？那还怎么办？乱令那得罚酒三杯啊。他说得罚酒三杯，罚吧就。那咱就罚他，罚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你看，你看你不能，你别过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又动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对，他说我别过来，别动，别动。高老师，您怎么不讲游戏规则呢？啊，这乱令了，我们该罚酒，您怎么不让罚呢？问罚这高老师，你还是没明白，乱令谁找乱了？我们找乱了，瞎找对吗？啊，真是还啊呢还，你们找乱了，罚酒三杯，这三杯酒得你们喝呀。啊，这三杯我们喝，你们喝。那一会儿您要是乱令了呢？那我喝呀。这回谁喝？你们喝。喝去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怎么又咱喝呀？您想啊，这回是咱们乱令了、
咱必须得把这酒喝了，要不一会儿他乱令，咱罚他，他不喝呀，对，对不对？咱别让人矫情出话来呀，对，把他后道堵死了呀，哦，这就是，对不对？咱俩后道都给他堵死了，对不对？对 对, 对, 对，两头堵，给他搁这死胡同，哎，对不对？咱不能让人挑出毛病来，行行行，所以这回您必须罚酒三杯，好嘞好嘞，嗯，我就来了啊，来了哈，罚酒三杯，来你们四位，嗯嗯。你甭这糊弄不过去啊！啊，哦、我们会数日子、啊，该三月了，该我了哈。三月哈，三月初三，对，小这啊。三月初三，哎，对，嗯，没听见似的，刚是三月初三嘛。三月初三，什么节呀、啊？对，什么节不认他这也不行，真是，咱那二月二都不对，他三月三都对，对真是。什么理论这是？哎，正月正就有晚会，嗯，什么节？三月初三叫上巳节，你这是绝对乱了。三月初三都上巳节，你这绝对 不可能的事儿。没你乱不了。三月初三上巳节有这节吗？有，太有了，师哥，这知识您都不掌握吗？你真听过吗？我听过呀。在上巳节，这跟咱们每个人息息相关，因为咱们都是炎黄子孙。上巳节那就是皇帝的诞辰之日啊，三月初三啊。哦，真有这节吗？可不有这节吗？这节没放过假呀。人说传统节日，人没说放假呀，对不对？真有、啊，有这节呀。哦，有这节问他怎么办？大个旗是有这节，甭大个旗啊，就是有这节。我看他说的挺流利的。哎，可喜可贺。敬酒三杯，云平，哎，这酒你喝着感觉怎么样啊？这酒是还真不错，哎，就是有点上头。要不换低度的？别，好，您这换汤不换药，还是那一套。哎，该你们了，四月。哎，四月，您还是换那高度的吧，这瓶快立不住了。他这是活呗，这是那头。对，你说你的。嗯，四月，没有了。你说你的，你这回都洒了怎么办呀？都洒了，嗯，酒又大了，你快该你了，等你说时候就弄好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他这还裸口的，赶紧的，我可以跟我聊会儿了啊。张九龄啊，哎，哥哥，我细算了算，嗯，咱们已经喝了一个季度了，差不多了吧？是不是？差不多一季度，是不是该让他喝一会儿？您放心啊，哥，刚才我刚接触游戏，这二月我还不熟呢。到了四月摸清门路了，就该他喝了。嗯，有兄弟在这儿呢啊、嗯！这二月二龙抬头跟游戏不熟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知找哪个有点不太熟。您听好了，该四月了对吧？四月二十八，你确定没说错是吧？啊，没说错，没说错啊！四月二十八，什么节？你这算的是怎么着、啊？怎么了？什么节？人家问。乱穿沙。乱穿沙，不像话，又乱令了，哪有这么个节呀、啊？什么节呀、啊？这是什么节、啊？这是穿沙节。穿沙节。冲这模样能有这节？没有。那你不会没这节？人家上巳节就有啊。当然有了，你不行，你百度你查去。你穿沙节哪个百度能查着啊？没有，有这节目说没有啊？没有问怎么办呀？你就别那么硬气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的？没有问怎么办？那不就喝酒吗？那不叫来来来喝吧？那叫罚酒三杯。哎，该谁了？该你了，这我就别问他了。该我了啊？嗯。我是几月？九月哈。好，九月该开学了。这几月？几月？五月。五月。五月初五，端午节，没有，你先去问问，问他准说有。五月初五，端午节有这节吗？有，真的有好，有，确实有个，确实有。嗯，哎，他说什么都有，不是他咋你要吃是吧？我这给您讲嘛，纪念屈原。吃粽子饮雄黄赛龙舟端午节嘛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的、嗯、有行有就完了有就别那么些话了
啊，这玩游戏有，真有真有。你乱穿沙的时候没那么些话呀？有，我们这个有，有没有？有有。哎，有怎么办呀？有喝，可喜可贺啊！敬酒三杯。嗯。那两杯有点洒，给你着不着不？不是，这酒令还有补射的似的。对对，有点洒出来。哎呀，别让您吃亏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该你们六爷。师哥，您问他有怎么办？你在这台上呢吗？你是有怎么办呢？这个还有怎么？这不喝完了吗都？都搁这儿了，他有点太贪酒了，你有点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哎呀，六月，六月，六月没问题了啊。嗯，这回咱赢一把啊。嘿。信心最强的就是六月，六月六，六月六是吧？对。哎，我都没有什么底气了，不瞒您说，六月六，什么节呀？我都不好意思问你，什么节呢？六月六看古秀啊。六月六看古秀，看古秀没有节，什么节呀？秀是什么节呢？古秀节呀，古秀节有有吧？没听说过啊？有好秀节，没有古秀节。好秀节下礼拜。对呀、啊，乱令了啊！没有古秀节，乱令了。不是，他说没有这节，这绝对是有的，绝对有。有那么一小快板，您忘了吗？六月六我看古秀，我春打六九头，我大麦收，我小麦收，我姑娘大的不能留，我留来留去留成愁，留成愁啊。好，这咱就坐实了，对不对？你早唱这就好了。有这有这么一小快板啊。啊，什么小快板？六月六我看古秀，我春打六九头，我大麦收，我小麦收，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。他要改愣惯了他又。嗯，这说的确实说错了。嗯，还有怎么办？都喝完了都。行行了，哥，喝完了，别着急，咱不要气馁。我不是我不着急，咱别气馁、嗯，咱们已经喝了半年了，这的关系才深呢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真行吗？真行啊，哥，你明白这游戏规则了哈？我明白了。好好好，不就敲您吗？这游戏不就是？这叫什么词？敲猪来了。这不就这这。敲猪。七月，这七月不能咱说，咱是双月，你这规则都不明白，这还冲着我七月、哎，七月能我说吗？什么水平这是？该我了哈，七月初七，都好记咱这个是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嗯，因为六月六就没有，七月七五月五可有啊，嗯，有，我还没问您呢，哦，绝对没有，您问出来，七月初七有这节吗？什么节？啊，什么节？七巧节。七巧节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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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他都给说了，有。牛郎织女嘛，这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上的情人节呀，对不对？这你都知道，这准有这个。啊、是，对，对，你还没说呢，多新鲜呢！我以为说完了呢。有、啊，绝对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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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有，有怎么办？七巧节我说出来。对，当然你都承认、哎、是吧？对对对，来大杯的，来来。来、哎、你们八月，这酒喝怎么样啊？这酒真是美。哦。来来来，八月，八月，八月没问题，真是美酒啊，哥，八月绝对是没问题，真的是没问题了。您要说这个一月到七月，我还有这个不熟悉的这个因素，嗯，到了八月，咱可正经手拿把攥，一点问题没有，好，哎，一下就给他问死了。您告诉他，别给他问死了，八月十六。差一点就对了，听着底气。嗯，八月十六，什么节？什么节？我姥爷生日。他老去去去，走走走走走。您推我干嘛呢？像话吗？怎么了您这是？这什么帮忙的？这是啊？二月二龙抬头，四月二十八乱穿纱，六月六看古秀，八月你姥爷又生日了。多么美满嘛，对不对？你都懂得吗？我懂了个，你姥爷生日叫个什么节呀、啊？那叫兔蛋节，知道吗？我姥爷有生带小节，我姥爷像话吗？哎呀，您别急啊，这不刚八月吗？咱是俩人，他是一个人，他一人弄不过咱俩去。我看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去。
您这没信心了，您怎么多新鲜，都八月我还能有信心吗？您回头看看我姥爷去。这谁？我看你姥爷干什么去？姥爷挺精神。行，甭说了，再说来暖气了都。我呀不指你了，我自己说吧。啊，自己说也不一定行。谁告诉你的？我说出来就得有。朋友们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这节，但是他说了差一点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我说一个，8月15中秋节，连位有没有？有。兄弟喝酒。什么呀什么节你找的啊？什么节？中秋节呀。没有没这节。什么没这节？没有。你看看，我们是俩人，你是一个人啊，是不是？什么俩一人闹不？人列位都说有了，有这节呀、啊。中秋节有啊，有这节，有就喝，有没有？有，我就喝酒，喝呀，喝几杯？喝三杯啊？不行，怎么不行？只能喝两杯，为什么呢？你刚才这给蹲洒了一杯，哟，你看，蹲洒一杯，两杯喝，喝一杯了，怎么一杯了？这又给碰洒了一杯。一杯也喝，一杯我怎么喝呀？我怎么喝？你怎么喝？那你是怎么喝的呢？我就是这么喝的，我一杯都不喝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替我喝了。别来一杯了。哟，不是，我要站那儿啊。那您来这儿，您来这儿。谢谢您啊。跟这个高峰还有，你也来一杯吧。我们在这个位置再来一遍。两个老顽童，你看没？嗯，非常从中。跟这个高峰还有栾云平二位老师一起合作呢，内心特别的激动。哎，也带着这么一点点，一点点的这个紧张和羞赧啊。刚才这个节目叫酒令儿，是啊。过程当中呢，要是哪有说的道与不道的呢，您二位多做自我批评，好不好啊？甭嘱咐我们了，也不要太气馁、不气。什么叫自我批评？哎，欢迎您各位常来这个小剧场听相声。哎，常来吗？因为小剧场这个相声啊，跟这个电视前面啊，跟大剧场都不太一样，都不太一样。哎，小剧场原汁原味，对，近距离接触，小嘛。哎，对，小剧场嘛。尤其您看这三个人啊，他就比两个人的难度要高一些。仨人，哎，就是你一句我一句，要没排练好了，就容易说乱了。哎，刚才都看见了。哎，你排练好了也容易说乱了，那就别排练了。哎，那您有什么主意吗？咱们怎么热闹热闹？哦，你那意思，咱仨人再说这么一小段。哎，别说太乱了。咱来一回什么呢？大家听着都没听过的啊，叫找五子。哎，这还真没听过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规则呢？这规则是这样的，咱们每一个人呢，先起一个名字，这名字当中啊，得带一个子字。我们有名字这不成了。你名字没子，有子吗？嗯啊，没有。栾云子。对吧，你得起一个带子字的名字，带子字的、哦、哎，说之前呢，一拍胸脯横打鼻梁，得先报名后说话。 还得报名，观众朋友一鼓掌才表示通过的。哦，然后再每个人呢找出一样东西来，这样东西也得带一个子字，再从这东西里头找出五个子来，找五子。哦、行吗？这有点太复杂了，高老师听不明白。那九令那八月份我都没弄明白呢。哦、啊、这是怎么自己给自己起？不，咱得相互的，相互起。行，那您怎么起？您来，你给我们俩起，我们给你起，行不行？我不敢给您二位起。嗯，尤其是这个我都不敢招他，你看看、嗯、眼神都拧了。假横你甭理他，你就是嗯，你要该起你就起，这是那个。那我起一个是吧？我起一个，起一个起、嗯、那我就是给高老师起一个吧。您、啊、符合我这个人设啊。太符合了、啊、太棒了。您啊，您就是我叫装孙子。哎呦，不，你这不这叫嘛呢？你这不符合我这个。这个我还是是不是？我以为你跟他不怎么熟呢。哦，这等于你还挺了解他的，是吧？不是，您看这名儿，您觉着好不好？那不管用啊，得观众鼓不鼓掌？观众一鼓掌，那表示通过了。哎，那看观众的反应。我这孙子不装都不行了。哎，是这意思。哦，我就是那装孙子，行吗，朋友们？是。谢谢朋友们，他装的还特别的像我，一直憋着装孙子呢，是吧？嗯，都是我模拟你，模仿你是吧？我是那真孙子，给他起一个，嗯，给他，给他。你刚才说什么啊？他说他是真孙子，那您就这名了吧。嗯，行，我这还自我介绍来了，你自己都想好了，就不再给您起了，您自个儿起呢，你就是，太可气了。嗯，你真是，那你是那伪孙子是吧？
装孙子，啊，你别那个抢我腕儿啊，该你了，这还中，到我了啊，对，我就是我也，你看我也起一个稍微贬低一点的名字，那太好了，咱尽量咱在一个水平线上，别拉平了，我叫什么呢？英俊的男子，对，不像话，你这名字不行，但咱说好了互相起，得我们给你起，小白脸子，小白脸子，好家伙，你缺心眼子你是，咱呢，就你这模样小白脸子。我给他起一个，你随便起。您来，高老师，我觉得我就代表你了啊。你起六个，我起六个，咱奔一年。你呀、啊，你叫三孙子。哎，这多好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哎，我这是组合的名字。对、啊，装孙子、真孙子到我这儿总结仨孙子。你甭这儿故意好，你复习一遍。好，哎，你三孙子，三孙子弄这个，咱就开始了啊。赵五子，咱得进行了，得先报名后说话啊。好嘞，一拍胸脯，横打鼻梁。观众朋友们听见了得鼓掌表示通过，哎，不鼓掌算白费了啊。是这，从我这开始啊，哎，我出的主意我先说了啊。怎么你要助跑是怎么着？你没有什么说不说？没有什么遗言了，说吧。诸位，我叫庄孙子。好，谢谢，这比高峰还好听呢。哎，以后我就该叫这个是吧？谢谢各位亲爱的友友们啊，表示通过了啊，通过那您找吧，找燕儿东甭找啊，眼目前的，我这有一把扇子。哦，这扇子有子吧？能找出五个来？当然了，您来数着啊。哎哎哎，有扇面子一子，有扇骨子两子，你看有扇边子三子，有扇肘子四子，还差一子，还差一子，别着急啊。哎，你看这还一口子，你看，多对付，这还一口子，多对付。哎，还有一口子，你别这亮错了，别你给来特写。行了，啊、别来八寸的，有一个。口子找完了，算找齐了。哎哎，好，算干嘛呀？哎，真孙子，该你了。叫的好自然。私底下我们都这么叫。好家伙，这起赖名好养活啊。对，这不我养活的吗？对，哪那么些话？你说不说？你别说了，我不得想想词儿吗？我不得哦，一上来呱就说，一上来呱就说，你们这都词儿都台下都背好了的。你才背好了呢，这玩意儿用背吗？就是我这台上我得现倒霉，现倒霉，别着急、啊。嗯，桌子怎么样？先找我找这怎么桌子？什么桌子？你报名，你报名，你等你真孙子，你不就桌子干嘛？电你那赖名好养吗？你说出来。电电划过去，划过去呀、啊。我叫真孙子。行，这个。光这叫光棍，哎呀，这叫光棍，光棍不都势力？哎，来吧你，长样。这有一个桌子，桌子有子吗？您得掏到耳朵，高老师就气乐了，整个一傻锤呀、啊哦！哎呀，傻锤没子，傻锤呀、啊！你，我还手了、啊。不闹不闹啊！不闹了。桌子这里有五个子吗？哎呀，必须得有五个子。完了，快，嗯，时间不多了。哎，这是桌尾子。桌尾子这不属于桌子，你算吧这个。你说我说，要不你那都你说，都你说，我不说了。人家贾横又来了，这算吗？啊，算当然得算了。一子一子，桌尾子啊，一子，桌面子，两子，桌腿子，桌腿子，桌腿子算几个？随便算，随便算一个还不行吗？一个三子，多了去。三子。哎，捉饺子，捉饺子啊、哦！四子还差一子，一子，一子，你快点，一子！哎呦，你干什么你啊？这是一大钉子，哪有一大钉子？哎，还真是你呵、啊，是，还真是一钉子。二位高了，二位啊，大钉子。这就哎，张景林，你看这有没有？哇！哎呀，哎哪儿汉哪儿是吧？这算找完了，这可不找完了吗？够了吗？可是差不多得了。我们找完该听你的了，该我了啊！哎，来吧，我哎，你说这嗯，操，吃了假狗粮了，这不行，你这里头不对，你这没子，非得说清楚，你得说真了，到时候得听见呢。那我就说一遍，各位一鼓掌，咱就得了，哎，给一台阶啊！对，您都鼓掌啊！我三孙子。哎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怎么不行？这不行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咱们刚才说的都是我叫，我叫啊，差一叫字。他这没有叫，你得我叫，叫三孙子，
这回他叫了，他又没有我了。对，你又没有我，我叫重音啊，重音放在都有啊。要这名给你们俩，我说你这就是，那还不如你，咱得一样啊。我叫三孙子，哎，这回。哎这行，这行吧，这回这回可以啊，声音洪亮，不再来一回了，得了，这行了，多臭的，哎、行，到了，我找了，找吧，我有一个家，家，家就是你有一家不行，我有一个家没子，你别着急啊，我的家是一个房子，哦，有一个房子，哎、房子行不行啊？房子有子，对不对？房子里边有五个子吗？我听着吧，啊、说为数着，我有一媳妇儿。哎，这儿媳妇儿又没子，你说你们逮哪搁哪？这媳妇儿，媳妇儿是我的妻子，妻子这是一个子，哎，这算第一个子，算第一个子，这都算七个了。别七个，我这说妻子，她是一个女子，两子，给我生俩儿子，还差两子，一个叫装孙子，一个叫真孙子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光临，观众朋友们再见。你的热爱正在热播。